9月27日，网传安徽蚌埠与会区一位老人在其老伴面前坠楼身亡，引发关注。据网传视频显示，一名男子坐在高楼栏杆外沿，身后一名女子尝试拉拽，不成男子从高楼坠下。事发小区物业一名工作人员称，坠楼男子系年龄大患病，想不开跳楼。当地街道办一名值班人员告诉记者，视频中女子系坠楼老人的爱人。事发后，警方已对现场进行了处置。为尊重死者及家属，呼吁大家切勿传谣信谣。这好多天了，那个女同志是她的爱人，现场其实公安部都进行了处置，然后当时也喊了这个殡仪馆的车，然后她的家里，她那个儿子从上海赶来，家里也正常处理后事。